皇姐，皇姐，皇姐，快起来！皇姐，王爷，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金雀宫处在冷宫地界，附近有阏俗过几个妃子，素来无人问津。王爷为何不把公主安置在王府里？是我怯懦，我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跟皇姐朝夕相处。这次事出紧急，公主这个样子，还要多久才能好？得等到日出。 便身终可休止，皇姐，皇姐，先敲。哎，我给你剥皮啊，皇姐。 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好了，不要再吃了，我们去睡觉好不好？